这是唐大叔一直也关注的另外一台车，看上去有点像自由光，看上去有点像大切，指南者 Compass 全新2017的 Trailhawk 版，这个车有意思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吧。小红宫标志性的，外观上一眼看上去呢跟大切非常的像，然后前面大眼睛 ，Compass 以前可找不到这么高端的配置，那前面小前脸看上去